色流。喂，各位聽眾你哋好啊！咁今日就又係通識流嘅時間啦。咁今個禮拜咧，就真係都會連續放三集通識流啊，非常巴閉，非常巴閉。星期一、星期二同星期四啊，唔係星期二、三、四，即係二、三、四。哦，係啊，係改咗，改咗。係啦，冇啦，咁係啦 ，Toby 嗰個改咗。阿黎博，阿 Toby 黎博嗰度就過咗聽日，咁就係啦，咁就非常之咁緊湊啊。其實就其實雖然我哋講三日聚會，其實都仲有大把話題都冇講到。係啊，係啊。最近其實即係講香港嘅事都講唔曬啦。係啊，香港事都講唔曬啦。你淨係講你淨係講立法會裏頭發生嗰啲事啊。係啊，都真係都有排啦，都有排講嘅啫。係。即係葉國軒嗰個動議我哋都未講。係啊。即係其實嗰個其實我自己幾抗傷嘅。係。即係嗰個其實都嚴重嚟，即係其實嗰個係會成為一個即係你議會抗爭，或者你造成嗰啲議員嘅即係言論自由或者表達自由嘅一個好大嘅。但係嗰件咧都最後都係咧被人拉死收場㗎啦，都係預咗㗎啦。今次因為太即係因為其實連民主黨都落閘啊嘛。係啊，拉死收場。不過疑似落閘啫，我唔知道民主黨啲人會唔會惡如頭腦襯底。係啊，咪都係拉死收場嘅，而家睇得到個形勢似嘅。不過而家你諗下，其實係點樣去傾？即係點樣表決等等都未傾好，因為內會嚟噶嘛。係啊，係啦，內會就麻煩咯。哇，有排講啊！財會有排搞咯。財會而家依單都未掂，今日個單都未掂。蔣生中，我哋而家錄緊音啊，呢段時間啦，嗰邊仲喺度拗緊數。仲喺度拗緊數，唉，都唔知拉到幾時。嗰度啊，嗰度其實講真係過分，講真政府真係堅係過分。你原本你就有宗旨就代做。跟住咧，一個屈美十就申請判免，跟住大家知你呢個張宇仁就裏應外合，批咗，冇辦法，張宇仁局批嘅，張宇仁梗係局批啦，張宇仁。但係咁呢件嘢咧，而家咧最大鑊咧就係咧，唔係民建聯自己落咗答話投贊成票啊，最大問題工聯會唔會投贊成票啊嘛。今次其實呢單就算佢繼續落，即係未食啊，唔係佢繼續做，即係佢今朝表決佢未必。必成功的是啊，不過咁，其實我永遠覺得有隱憂嘅，因為點講我咧，又係啦，工聯會啲炸友咧，即係佢究竟姓乜嘢咧，都真係有時真係唔知道啊。係啊，係啊，係啊，即係佢姓而家俾黃國興仲喺度鬧緊嘅，黃國興鬧緊，但最後做咩？啊、喂，做個投票先為作準噶嘛？係啊，投票作準噶，係啊，係、啊。即係原來呢條又係咩？又係惡決頭襯底嘅。不過咁，如果有人拉布嘅話咧，又焗住工聯會冇得唔跟喎、啊。是冇錯，即件事又冇得唔跟，你只近你只大大聲啊嘛。不過咁唔係嘅，我即係佢又可以話咩咧？拉布又破壞議會什麼春嗰啲咁嘅嘢，嗰啲係另外一樣嘢。不過咁，今次其實就俾我睇到，其實就公即係建制派個分撕裂係好 pro 好嚴重，好嚴重。咁所以其實見到今日工聯會就嚇、啊，工聯會就企到好硬啦，好似咁啊都仲要睇啦。咁就而且不是咁易擺得平添啊！佢哋嗰啲撕裂睇嚟。係啊，咁但係就即係亦都係做一次，即係我到今天，如果都仲有人覺得阿梁振英係一個冇無視程序公義、冇自把自為嘅特首咧，咁我都真係冇説話好講。冇説話好講啦，即係只能夠係，即係如果人仲係覺得咁嘅話咧，只能話佢只係對事實咧視而不見嘅啫。當然呢個人我都其實咧都喺度其實講咗好多嘅之前。但係都費事再數佢啦嚇，唔數佢喎，大家數啦，大家明㗎啦，其實有啲事都數完㗎啦，其實都數完㗎啦。佢以後做乜嘢奇奇怪怪事咧，我哋都中意見怪不怪，佢啲人係咁㗎嘛，人係咁㗎嘛，係咯，咁就係咁㗎啦。咁就而家就啊，其實即係非常之犀利啦。咁我哋新進嗰啲新擲職嘅議員又笑料百出，係啊。咁啊，計即係我最初睇阿蔣麗雲啊，蔣麗雲姨。佢嗰、那個喺立法會嘅嗰個嘅發言，即係本身已經笑到碌地嘅，已經有啲人發住夢嚟開會嘅，咁啊係都發緊夢嚟開會，中秋大夢嘅有人喺度發緊夢嚟開會嘅，仲要鬧人添喎，係啊，最鬧人，點知鬧錯咗？係啊，佢諗住可以鬧啊主席，點知其實鬧翻個月頭，點知其實鬧點點點其實佢鬧啊鬧緊秘書處，係、啊，因為佢話俾人聽啲文件唔齊，咁然之後佢真係鬧主席。點知道其實唔係喎，係秘書處準備文件㗎嘛，秘書處咩人？其實懶秘書處。係啊，咁結果咧，佢就跟住就俾一個唔係立法會議員嘅人嚟，即係嚟做作證，嚟到出庭，即係嚟到出席呢個立法會特別會議嚟作證嘅一個人咧，一個嘅電台大班咧，就嚟鬧。嗯，啲聞所未聞。係啊，而家去立法會咧，簡直咧入到去咧，
簡直我又不可以話佢鬥臭場。總之咧，就大家鬥奇怪，真係低處未算低，低處未算。仲有啲人未出，總之啲未出聲啊，啲陳恆斌啊、梁志祥呢啲未開始講嘢，係啊，即係一開始講嘢又係出事噶，又係嚇親人，又係出事噶又會。喂，不過呢個樹根哥真係好犀利，呢、這個樹根哥。喂，應該反喂我哋反而劉夢紅講啦，阿樹根哥先至真係搞港獨啊！佢擺明搞港獨啊！佢係啊，佢喺張卡片度印住係香港人民共和國。哇！未聽聞所未聞呢、這個 People's Republic of Hong Kong 啊！啊，聞所未聞。佢哇，佢搞港獨嗰只係嘛？收入佢先真係要。係啊，應該要揾佢，應該要。係啊，喂，大佬。即係人哋最多就嗰個龍思琪啫，佢直情改埋國號添喎。係啊，幾多人驚啊！真係。係啊，一定要深入啦，阿夢紅。一定要深入調查。係啦，夢紅大師一定要同佢死過先得啦，你。係。咁樣樣，唔係不過即係喺香港嘅事都有排講啦。咁但係就今日我哋都先講咗講啲國際事先啦。係啦，今年要選舉年啦，終於嚟到最後一站啦。係啦，咁啊，今年嘅最後一個超級勁大嘅選舉。咁啊，佢呢個選舉係關曬全世界人士嘅，就唔係一個國家選噶啦，呢個係全球選咁滯噶啦，關全球人士嘅選完出嚟嘅結果，就係得嗰個國家啲居民有份選嘅，係得嗰個國家啲居民有份選嘅。但係咁我選個總統出嚟咧，係會影響全世界嘅喎。係啦，係啦，係啦，即係香港選特首冇乜所謂啊。香港選特首都係香港嘅事啦，最多都係要惹埋中國嘅事嘅啫。咁但係咧，依個國家選總統咧，就全球都關注嘅。冇錯啦，咁呢個國家就一支估到啦，呼之欲出啦，就係美利堅合眾國。係啦，係啦，美利堅合眾美國咧就選舉啦。咁奧巴馬爭取連任啦，咁佢嘅共和黨嘅對手咧就 Mitt Romney 啊，羅姆尼，羅姆尼先生，咁羅姆尼先生就係一間上真谷松斯嘅 CEO 嚟嘅，係啊，商人嚟嘅羅姆尼。咁但係因為而奧巴馬背景咧就是、一個中產，咁佢喺大學教書嘅，係中產，大學教書，曾經做過律師，做過大律師，係啦，即係我哋香港嘅大律師啦嚇。即係佢喺即係仲務律師啦，佢嗰啲叫做係啊，佢仲務律師啦，係啦，佢曾經做過 Solicitor 係啦，咁就啊唔係 Solicitor 係。律師 barrister 做 barrister， 咁就跟住佢就即係後來從政啦，係啦，又教過書啦嚇，又教過書又從政，後來就從政啦。國際法專家啦，又係國際法專家，係啦。咁但係就不停又俾阿羅姆尼批評佢就外交軟弱喎。係啊。咁啊，但係就即係當然啦，即係喺啲國防選舉上面，羅姆尼就展現咗其實即係佢自己對於外交政策嘅嗰個無知，嗰個係無知啦。係啦，喺嗰個幾場選舉辯論，其實睇到佢係嘅外交政策係羅姆尼其中最弱嘅一環。咁但係羅姆尼啊，即係佢話曬都代表呢個嘅共和黨啊出嚟選舉啦。咁就佢點都有啲賣點嘅，佢應該。嗱，佢個賣點就係咧，其實咧嗱，大家都知道共和黨最傳統嗰班人咧。本身咧係右派嚟噶嘛，右派啦，同埋基督徒啦，基督徒即係甚至係保守基督徒啦，係啦，有啲叫做我哋大部分有啲即係好死硬嘅福音派啦，好死硬嘅福音派，係嗰啲叫基要派，係基要派啦，係啦，或者有啲甚至係摩門教徒啦。摩門教徒啦，係啦，摩門教徒佢自己都係啦，甚至係羅姆尼係冇錯，羅姆尼係一個後期聖徒啊嘛，係一個後期聖徒教會嘅教徒啊，係亦都未見，亦都係喺美國總統史上好似未見過，除咗即係好似未見過，冇試過。翻共濟會就有，共濟會好多 ，Mason 就共組會有好多，共濟會有好多。華盛頓都係共濟會會員，係啊，華盛頓都共濟會會員。富蘭克林係啦，富蘭克林係啦，係啦，共濟會會員嚟嘅。係咯，共呢個冇關事，咁嘅共濟會又唔係宗教組織，咁仲有個唔同之外，係啊，共濟會係個條叫會員條件就係一定信有神啊嘛。係啊，係你不能信冇神啊嘛，即係你信乜嘢神都好，總之你信有神你先可以入嘅。係啊，但係所以咧喺歷史上未出現過摩門教式嘅總統嘅，從來未試過嘅，未見過。咁但係當然佢選到先算啦嚇。係啦，選到先講。咁都試過有試過有一個天主教徒嘅，係就係阿金乃迪，係金乃迪啊，我唔記得係咪金乃迪。總之係有一個天主教徒嘅。哦。咁啊，好似金乃迪。O K。想即係得心咩啦 ？O K。即係嗰啲唔係好緊要啊，即係羅姆尼就係一個摩門教徒啦嚇。係啦。咁就咁佢除此之外就佢係一個誒咩啊？即係佢一個即係佢共和黨就係右派啦嚇。係啊，新保守主義者。新保守主義派，新保守派啦。咁就即係相對地，民主黨就係中間偏左啦。係中間偏左。即係都係兩個黨嘅中間嘅。係啦，一個偏偏右，一個偏左啫。係啊，偏右偏左嘅。其實你話民主黨係好偏左咧，其實都唔可以咁講添啊，嚴格上。誒、不能咁講。
唔係你睇翻移民政策啊、經濟啊、福利政策嗰啲，其實佢係有啲左嘅，有少少佢啲左傾嘅，有少少左傾。不過當然嘅，你話左到，譬如話真係好似左翼團體咁咧，就梗係唔會啦。當然唔會啦，美國都唔會出現啦。啊、就算有到好似一啲極端嘅民族主義都。亦都唔會有啦。美國可能出民族主義，因為美國都唔係一個單一民族國家。係啊，單一民族國家啊嘛。即係美國擺明唔係一個民族國家嚟噶嘛。係啊，佢一個移民國家嚟噶嘛。國家嚟噶嘛，係啊。嗯，咁就啊，成日都好中意話 This land is my land 啦。係啊係。God 見到喺呢個即係嗰時我唔記得邊個歌手唱，咪 Andy Williams 都有唱過，不過原唱唔係佢啊。係。The God gave this land to me 啊。OK。咁啊，上帝將個手頭賜咗俾佢啦。嗯。咁啊，但係就係啦，咁就上面就搞掂曬啲印第安人，就搶翻嚟嘅嗰幾個高達到嚟嘅。嗱。即係講咗今次即係兩位總統候選人啦。啊。係啦，即係一個生意人，一個中產。中產冇錯，但其實你想翻起呢幾年咧，其實奧巴馬做總統咧，佢最大的問題當然是經濟問題啦，即係面對國內經濟問題啦。因為美國經濟自從金融海嘯之後，基本上是一塵不振咁滯嘅，我要咁講。係啊，絕對係啊。係啦，金融海嘯之後啦嚇，咁其實主要佢經濟問題，其實佢經濟問題同佢當時喺競選嘅承諾其實未達標嘅，大家都明㗎啦。是冇錯，呢個絕對係啊，大家都明白。咁但係咁，冇咗奧巴馬嘅嗰個民望嗰個勢頭啊，係啦，因為喺外交上面，佢打咗幾場好成功嘅仗。邊幾場啊？係第一拉登，係啊，揼死個拉登啦。係啦，第二撤軍，從阿富汗撤軍，唔係從伊拉克撤軍。伊拉克撤軍，阿富汗撤軍。啊，第三有呢場仗，佢又係打得漂亮。邊場仗咧？重返亞洲。打重返亞洲片最啲嘅啦，係啦，嗱，以前美國喺布殊時期企嘅抗爭喺反恐嗰度㗎嘛，係啊，冇錯啊，但係而家咧又去撩咗第二個火頭出嚟啦，而且係睇落係相當成功㗎，就去拉呢個嘅中國，係啦，啊哈啊哈，佢個行為係咁樣，啊，所以變咗嚟講咧。即係對於美國人嚟講咧，即係如果對於一啲嘅美國人，當然啦，即係有啲人覺得個經濟未好，咁可能就想轉啦，係咪？咁但係咧，美國但係又唔太差嗰啲人咧，都覺得可以。另外咧，同埋佢喺外交上面嘅成功咧，令到美國有啲人咧覺得咧，仍然可以留住佢先嘅。嚇，係啦。所以咧，羅姆尼今次選舉咧就好奇怪嘅。佢同埋另一樣嘢，奧巴馬其實就做咩？啲人覺得就算奧巴馬唔知承諾唔兑現到，啲人覺得奧巴馬責任唔大咯。係啊，係因為佢上一手上一手啊嘛，真係好衰。係啊，上一手真係做得太衰啦，而且惹好多火頭出嚟，冇錯，而且係收唔到火頭嘅。冇錯冇錯，係啦。咁大家都好驚共和黨一翻嚟就會係咁樣啊嘛。嚇！羅姆尼而家唯一打嘅嘢咧就係咧，語不驚人死不休啊！金本位，我哋聽過啊，係啦，金本位攞翻嚟講嘅。這個是不可能的事，沒可能發生的，因為你要攞回那本位的話，那你那個貨幣的、那個、供應就必然是大跌的，那你知道那麼多大跌的時候呢，你只會造成一個嚴重的通縮而已，所以呢通縮呢就對於經濟有災難性影響。還有第二件事呢，就是呢羅姆尼因為他知道自己在外交方面不強，所以變成來說呢，他很多時候講外交都講回內政問題，佢拉翻上內政啊！佢拉翻上內政嚟，拉翻入去佢自己熟嘅地方啊！因為外交而家變咗奧巴馬強項。因為我頭先講過，點解奧巴馬今日都仲可以留喺度咧？其實咧，如果以即係美國經濟情況，佢應該唔留喺度嘅。係啊，但係咧都仲講8.1%嘅失業率。係啦，正常應該冇過七噶嘛，因為過七係連任唔到噶嘛。過七就好拜拜㗎。係啦，但係佢都仲可以留喺度咯，因為佢喺外交上成功。嚇！係啦。外交上可以話呢四年佢係佢最顯著嘅政績，哈哈，真係。咁但係咧，其實而家選舉啦，咁大家其實而家外即係其實咧，大家睇嗰啲民調咧，咪40+啊、50+咁樣嘅。但係呢40+50+咧，即係我哋可以做個參考啦，一個指標啦。因為美國選舉制度就唔係話邊個多票邊個贏嘅，係用選舉人票嘅。本身選舉人票是一個什麼制度呢？就是呢，其實以前美國立國呢的原意啊，就其實呢這個方法是尊重少數，這個是保障少數人的權益。很簡單，如果大家都明白，在美國的東岸、在美國的西岸是最人口的嘛，
錯，中間就冇人。中間冇人噶嘛，人煙稀疏噶嘛。沙漠嚟嘅。沙漠嚟噶嘛。山嚟嘅。係啦，一係田嚟嘅、一望無際嗰種咧。係啦，咁嗰啲地方噶嘛。係啦，咁變咗嚟講咧，如果用喺呢個選舉人制度咧，變咗就會令到啲候選人重視一啲即係所謂嘅偏遠嘅州份嘅利益。即係你去拉票都要去埋啦，係咪？係係係。係啦，如果你真係一人一票可以贏嘅，咁咧其實咧佢哋只可以兩個地方拉票得㗎啦。就係、是、呢個嘅紐約啦，加州同埋呢個嘅加州啦。係啦，加州因為人最多，因為人最多嘛，人口最多嘛。咁其實而家嚟講咧，佢哋其實嗰啲即係選舉人票咧，其實都係按比例係有增加有遞減。有，係，但今次總共嘅選舉票538張啦嚇，538張，係啦，點係雙數嚟㗎？係雙數嚟㗎嚇，538係雙數嚟㗎嚇，啊，其實咧係可以打和嘅，理論上係可以嘅，係啊，理論上可以，但實際上未見過，其實好困難咧，因為你要撳你要即係你每個州，你每隔十年先做一次人口普查，你先至將嗰個選舉人票嗰個票數就調整一次。跟住你又要咁啱得咁巧，你兩個總統加埋攞嗰啲，即係攞贏出嗰啲州份咧嘅 combination 啱啱好係一個雙數，係剛剛等於270咧，係好困難嘅。係啦，嗱，如果喺依個情況下咧，係會點做咧？嚇、參眾兩院投票。參眾兩院投票。係啦，咁同時睇入個黨邊個大嘅啫喎。唔可以咁講，你都見到鮑威爾，鮑威爾本身係共和黨人嚟嘅，係冇錯。但佢支持奧巴馬嘅，咁點講咧？咁呢啲人少數啊，係啦。咁有少數自然會發生㗎啦，係冇錯。係啦，其實個情況正正就係咁樣。所以點解咧？亦都講翻轉頭啊，點解咧？點解有中期選舉咧？參眾兩院咧？當然中期選舉就俾可以睇一個民意個取向啦。其實第二樣嘢咧，就係咧同呢個有關。咩有關咧？同選總統有關。同選總統有關。咁你中期民意，咁你譬如你參眾兩院四年噶嘛，咁你中期嗰度擺一啲議席係改選嘅話咧，咁變咗嚟講咧，有一啲人咧咪會滲咗入去咯，即係可能會喺改選度滲咗入去，令到從而令到嗰、那個即係參眾兩院個結構會改變。但好多時都有一個情況嘅，就係咧參眾兩院咧是助野黨控制的，是冇錯，在美國經常發生的。咁其實一改選就變成咁嘅樣嘅，一人咁講嘅，其實就通常就你個總統你過咗個蜜月期咧，嗰頭幾年之後咧，係啲人就覺得陷阱噶啦嘛。係啊係啊，跟住仲咩咧？都出現喺個議會選舉咧，就投對家，又往往係咁樣樣噶嘛。係啦，其實2011年成年，其實你美國成個嘅國會其實你通過嘅法案其實極少之又少。係少之又少，因為不停地唱對台兩個黨。係，但係咁依啲國家去到有一個基礎嘅話咧，就唔需要就成日過法案噶啦，因為已經有個基礎喺度啦。唔需要成日過法案嘅，講真嗰句，咁你又唔係啲咩新興，即係你唔係新嘅國家，你唔係百廢待興係咪？係啊。嗱選舉嗱，所以咧而家民意嗰度咧，民望嗰度即係嗰啲數字咧，幾多 percent 嗰啲咧，即係睇新聞嗰啲咧，即係香港新聞嗰啲咧，其實係參考嘅啫。最重要係睇個選舉人票究竟分佈係成係點樣。其實冇錯，因為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其實你係可以得出一個結果，就係你總票數係贏，但係選舉人票係輸。經典例子，戈爾同喬治布殊第一次選嘅時候，係第一次2000年嘅時候，2000年嘅時間，係啊，當時。喬治布殊點解要點票點咁耐咧？佛羅里達州講嚟講去咧，就因為咧，佛羅里如果咁嘅情況下咧，就會令到咧喬治布殊係贏戈爾兩張選舉人票，剛剛好贏兩張選舉人票，但其實計全國有人數咧，其實佢係輸嘅，輸嘅添嘅，輸嘅戈爾係贏嘅。咁但係就知道係咁啦，即係話俾人咧，即係譬如話你即係你加州你贏曬，但你攞九成票。你都係得幾多張啊？好似50張啫喎。50張，我記得好似50張，我冇記得。有時要 check 先。係啦。加州係55張，你都攞咗55張啫。係啦。你攞嗰成票50張，但係佢跟住你計加州攞51%票，你都攞60張啫。係啦係啦。咁即係話其實你係你總票數咧，其實咧即係你係當然你都要拉啦。咁但係就即係啦，係唔夠，即係你最後決定你政府咧選嘅人票。係啦。但係呢個亦都係一個尊重少數嘅做法咯。係咯，尊重少數，尊重喺少數州份，因為老實，成個美國咁偉大，仲要係個州唔同法律，係冇錯。咁咧都起碼尊重翻啲少數，
尊重翻少數，令到個選舉總統嘅候選人要 concern 翻個少數嘅利益。嗯嗯，係啦，即係制定佢個國家政策嘅時候。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美國是合眾國嚟㗎嘛，所以合眾國的意思其實就係個個其實咧就係咧大家夾夾埋埋嘅啫。咁但係另外一樣嘢就係佢哋個個佢哋本身嚟講有自己嘅法律。係冇錯。係啦，只係去到最後有啲官司係涉及到聯邦就打聯邦法院嘅啫。啊，係啦。不過其實我有樣想問嘅，即係其實咧我呢個選舉人事制度咧，其實究竟其實到最後其實你有幾多跟住譬如我睇翻啲報道咧，其實兩個總候選人咧。基本上佢亦都唔係真係話好照顧小藝術，佢照顧小細州嘅利益啫喎。其實佢最主要係照顧啲搖擺嘅中型州份嘅利益，因為其實講真嗰句，因為其實最決定性啊。去到今天咧，其實絕大部分嘅大州咧係勝負早已分明嘅。係呢個傳統票倉，譬如加州呢啲咧，民主黨係民主黨嘅票倉嚟嘅。係啊，譬如話啦，好似德州咧就係共和黨噶嘛。係啊，咁但係喺呢啲情況之下。咁其實最後做乜？當然啲小啲細嘅州計翻出嚟，譬如話你嚇你，譬如你 D.C. 即係華盛頓特區，其實都係得三票嘅啫。咁其實即係話，其實呢啲州份咧，其實你輸咗佢咧，或者贏咗佢咧，其實對成個大局係冇乜影響嘅喎。如果個選情吃緊嘅時候就緊要啦，選情吃緊嘅時候咯。但其實譬如話你去到今天，其實你奧巴馬啊同埋呢個羅姆尼，佢要爭係爭啲嘅中型嘅搖擺州份。今次係咁樣，但係如果係將呢個 situation 放翻喺2000年嗰次咧，嚇、啊，事實就唔係咁樣啦，就一個州都緊要。好簡單，佛羅里達州有幾多票啊？佛羅里達州我睇睇先啦。Florida 係啦。佛羅里達州咧就係、是、有29票，29票，係啦，係啦，當時就拗呢個州嘅啫嘛，啊，係啊，嗯嗯，當時唔知好似仲有兩個州係拗緊嘅，啊，係啦，其實你當你睇落係29張，但係咧你要記住一樣嘢，除咗個州拗之外，其他個州拗拗埋埋咧，個、啊、combination 一唔同嘅話咧，啊，個結局就完全改寫嘅啦噃，係冇錯，係啦，所以變咗嚟講，佢哋點都要，即係喺不同嘅情勢啦。咁、今次嘅選舉就可能喺中型州份係變咗個 say 大咗啦。我愛我州啦，就是、誰得我愛我，誰得天下啊嘛，係個個都講噶啦，而家我係我啊，係啊，我愛我州，我愛我州係有18票嘅。但係而家個情況就係話咧，因為根據啲民調咧，即係除咗頭先嗰啲 percentage 之外咧，而家大概咧聽説話有啲民調話奧巴馬可以攞240幾張選上票。美聯社嗰個報導直情話奧巴馬已經贏咗添，係啦，已經話攞270張添，270張添，係啦，係啦。咁但係對方嚟講係攞170幾張嘛，我聽過一個CNN 嗰邊講。係啦，冇錯啦。咁所以其實亦都造就咗其實羅布尼嘅，佢點樣放血錢，點樣開空頭資源冇所謂嘅，係啦，因為佢基本上贏面好細。贏面而家唔夠，真係唔夠。係啦，咁講真嗰句，所以就佢係不過咁，有時就即係佢大家都係搏一鋪啦。羅布尼就即係總之佢講好多嘢咧。都是講下空狠，做就好難嘅。係啊，佢講啲嘢係做嘅空，講又空狠嘅啫。係啊，即係譬如話你翻翻根本啱啱講出係唔可能嘅事嚟嘅。係啦，大家明㗎啦。呢個 impossible 嘅，你係不可能將嗰個作為攻擊係 revert 翻去一個咁細嘅基數嗰度。當然係，你經濟係必然崩潰。必然崩潰。咁另外就譬如話啦，你兩個即係你係做咩？你用標榜自己揼中華揼得比較翻更犀利。係。但係問題在於做咩？大家知道美國同中國實際上大家係掹貓尾嘅。係啊。即係你係點樣揼佢都好啦，你係唔可以揼佢太犀利嘅。係啦，大家明白嘅，大家好明白嘅，互相依靠嘅。係啦，唇齒相依，基本上就係、是、唇齒相依嘅。咁所以話啦，咁所以其實基本上大家都係講就兇狠啊。係啊。咁所以其實會唔會其實覺得其實今即係美國呢啲國家，你去到今天其實基本上共和黨啊選民長期基本冇分別嘅。冇分別，真係冇分別。同台灣都好似咯喎，台灣你一選藍同選綠，其實都係冇乜分別嘅啫喎。就你轉下真係冇分別啦。整下，即係你即係譬如最近綠黨啊，最近呢個嘅民進黨，整下就獨派色彩越嚟越淡啦嚇。係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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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係謝長廷啊，謝長廷走過嗰邊就係、是、即係新走邊走。想揾國台辦添。揾下國台辦喺嗰度調酒。係啊，就嗰度就嚇。係真係冇分別嘅其實。反而咧，而家變咗嚟講咧，就真係咧要選咧，其實咧去最後咧，唔係選個黨，係選個人。係啊，選個人啊。究竟你中奧巴馬多啲啊，定中羅姆尼多啲？哈哈，係啦。咁睇起嚟，奧巴馬咧就比較受呢個年輕嘅選民支持啊。嗱，講真，如果講辯才咧，其實咧奧巴馬一定係羅姆尼之上。絕對係，咁除咗第一次選舉啦，唔知點解奧巴馬就咁失準啦，就俾呢個羅姆尼就。即係第一次嘅辯論啦，係啦。咁可能因為反擊啊嘛，對方。啊，咁可能奧巴馬又可能即係諗住打穩陣波，係啊，守勢，又冇諗住佢咁鬼
咁鬼凶狠嘅，咁鬼凶狠，系啦。咁跟住当后面嗰轮裁选佢都翻晒嚟啦，咁即系罗姆尼亦都系显示咗佢喺外交政策上面嘅。嘅無知啦，係啊，尤其是喺軍事上面同外交政策嘅無知啦，戰馬同刺刀啊嘛，係啦，即係就淨喺網上熱播啊，我見我喺 Facebook 上面啲美國朋友都猛咁攞嚟報呢樣嘢，就喺呢個羅姆尼就猛咁話呢個嚇我哋啲軍啊呢啲裝備啊，啲裝備好少，好落後，戰艦唔夠多，跟住奧巴馬就串佢啦。我哋啲馬同刺刀都越嚟越少噶，問題係因為我哋唔再用呢啲嘢啊嘛。現代戰爭，我哋心諗，你睇美國打阿富汗，開刀一樣，打伊拉克，係啊，佢使乜揾人入去嘅啫？佢揾人入去其實係已經係收工噶啦嘛，收檔嘅時候先至揾人入去嘅啫嘛。佢前期都全部嘅飛機啊、雷衛星啊、導彈搞掂曬嘅，係啊，仲使咩要呢個嘅軍艦咧？同埋講真句，你養一個咁樣嘅嘢，像烏克蘭戰鬥群啊，你嗰個費用咧，基本上係可能幾個嗰啲咁貧窮國家一年嘅生產總值嚟嘅。係啊係啊，所以就講真，即係你。你再養咁多啲嘢出嚟咧，即係以美國經濟現在咁樣樣嘅情況咧，養咁多呢啲咁嘅航空母艦咧，其實我真係冇乜大意思。OK， 嗱，睇嚟今屆選舉咧，都個結果都可以預期啦，即係大家都即係我諗外圍啊等等，都大家即係做政論嗰啲人都大家都有個心中有條數噶啦。哈哈哈！係啦，咁其實就今次咧，我都唔相信要打官司嘅。唔相信。係啦，應該都奧巴馬都。連任噶啦，奧巴馬應該可以連任到。嗱，當日咧十一月六號嗰日咧，即係美國時間咧，其實咧大概咧之後會知道結果嘅。啊，係啦，但係咧實際嚟講咧，只係一個知道嘅結果嚟嘅啫。啊，因為選舉人咧係會十二月底十二月先要投票嘅。啊，係啦，但係嗰選舉人有啲唔同，佢選舉人一抹要投嗰啲嘅喎。佢宣咗曬，一定要係跟佢個州嘅嗰個選民嘅。嘅意願去投噶嘛？係啦，基本上大部分嘅州咧都係咧 winner take all 嘅，即係贏咗個州就攞曬全部嘅選舉人票。係咪有啲州係比例代表㗎？係比例嘅，有啲比例都係比例。好少數，同埋細州。但係就其實基本上大州啊、決定性州，全部都 winner take all 㗎嘛。winner take all 係，所以變咗嚟講咧，就咧實際嚟講咧，你話個結果咧，正式結果應該係聖誕前先有嘅。聖誕前先正式個結果，因為選舉人票係選舉人喺聖誕前先投嘅，即係聖誕前唔知幾日我。但係基本上你嘅根據個州法律，基本上你係選完之後，基本上你可以宣布勝利嘅咯喎。係啊，你宣布勝利，但係個問題你宣布勝利啫，但喺個程序上面你未係勝利嘅嘛？係冇錯，嗰個程序上嘅問題啦。程序上嘅問題。咁啊，但係你bypass曬所有程序嘅，我哋知道基本上邊個贏啊嘛。嗯。我哋可以知道。點曬票之後，但係選舉票呢個制度咧，有一樣嘢咧，又俾埋呢個有啲人講咧，就話唔係一個民主嘅制度。係啊，即係佢講嚟係呢個係間選嚟噶嘛。間選嚟噶嘛，但係咁喎，呢個間選你 expect 到嗰人投乜嘢嘅喎？嗰人係因為其實嗰人係冇自己意志嘅嘛，個選舉人。你諗下，香港特首選舉都叫間選啦，係咪？但問題要做間選啦，但係我控制唔到嗰人投邊個噶嘛？嗰個記名選舉嚟噶嘛？仲要係。仲要係投暗票噶嘛，先至麻煩。你美國嗰啲係記名選舉嚟噶嘛，選舉人唔可以義正正雞投對家噶嘛。係投對家受州法律嘅制裁噶嘛，會。係啊，你得佢坐監噶嘛。係得佢坐監㗎，係啊。係啊，咁所以就同埋，但係香港呢個就大家知道嗰千幾個選委根本就是沒，根本係全部都係有人操控嘅。係啦。咁同埋就即係大家都係冇自己意志噶啦，係冇自己意志。但係咁，但係咁，你人嚟美國嗰個佢冇自己意志咧，佢就係咩？佢係跟呢個選民意願嘅。係啦。而呢個咧就呢就受呢個中央意願喺香港呢邊。係啊，因為幾大嘅分別啊？你話係啊？因為俾人哋操控咗啊嘛。係啦，咁冇錯啦，咁所以大家就吹雞，就分一個好睇嘅龍鳳。就點都要嚇分翻幾成咧，就俾呢個嘅對家，就主要大部分咧就俾自己屬意中央屬意嗰個啊嘛，係啦，咁啊做一場好即係真係懶係好睇嘅內大龍鳳。所以咧，同埋咧，選舉票頭先提過尊重少數咧，所以你問我邊即係呢個係咪一個民主制度？呢個係一個 totally 嘅民主制度。咁呢個就算佢唔係最民主，唔係即係就算佢唔係完全民主，都肯定係好民主噶啦。係一定好民主嘅制度。咁你即係成日都話，即係世界上嘅民主模式，起即係係得兩種嘅啫。一種就係美國模式，一種就英國模式，因為就國會模式啊嘛，君主立憲制。嗱，即係好簡單啫嘛。我哋去睇台灣選總統咧，佢有一個問題嘅，即係佢哋嗰啲因為佢哋數票數噶嘛。啊。佢數票數有個問題㗎，個個咧就擁曬落去幾個地方嘅啫。
即係選嗰啲人啦。咁去邊度咧？台北。台北。台北市。高雄。高雄。高雄市。同埋邊度咧？台中市。台中市三個地方咧。係啦，個空曬落去㗎。係啦，因為嗰度咧，到你贏到嗰度咧，咁就贏曬㗎啦。係啊，贏到贏曬嘅真係好好笑嘅真係。啊，嗯，即係其實你覺得其實台灣要改革咧，台灣應該行轉個人資票制度差唔多啦。都好難㗎啦。好難㗎。好難㗎啦。但係寫曬入憲法㗎啦，係咪啊？第一寫咗入憲法啦，佢修憲三次修憲，但係而家個問題咧，佢哋唔會再改嘅，因為咧實際嚟講咧藍綠咧，大家啲基本盤大家習慣咗啦，已經習慣咗清楚曬啦，佢。只是現在是中間那些搖擺的地方決定性而已。譬如說在總統選舉，那你今次就奧巴馬不是不是馬英九和蔡英文都其實都不是說相差很遠。是啊，蔡英文輸在哪裡？統獨。輸統獨，即是說他地區上輸在哪裡呢？地區上他主要呢其實都是跟其實基本分布是一樣的。主要咧新北市咧，即係所以而家嘅新北市咧，因為新北市人口最多噶嘛，民進都攞唔夠票啊，啊就喺嗰度，新北市攞唔夠票啊，因為係因為北部傳統都係南營嘅根據嚟票倉啊，佢正常佢南部已經冇問題，南部殺曬㗎啦，但個問題就其實一路 expect 就係因為蔡英文選過新北市市長啊，咁希望新北市有多啲票，新北市啲人可以喺度 buy 佢啊嘛，但結果咧就唔係喎。選翻總統嘅時候咧，都係選翻藍營，選翻藍營喎、啊，係啦，咁啊依個就係超出咗個預期。咁會唔會其實而家你台灣嘅決戰嘅地區就係中部咧？係係，但其實而家最大問題睇一個北部嘅變化係點樣、啊？由新北市、啊、因為新北市越嚟越多人住啊，而家新北市嘅人口係多過台北好多㗎，台北市。因為啲人係翻入台北啫嘛，翻入台北住就翻入新北啊嘛。有啲人住遠啲，要住桃園添。因為你個咪因為你個交通咁方便。係啊。咁方便啦，第一其實對佢嚟講係唔方便嘅，對我哋香港人覺得好方便嘅。點解咁講咧？佢哋坐車嗰個心態唔同我哋。係點解咧？我哋坐一程巴士九個至一個鐘頭咧，閒閒地啦，香港係咪先？我哋大把嘢做嘅喺車。佢哋唔得嘅，佢哋唔得嘅。係啊，即係佢哋唔中意坐車。唔係點解個個攞住個電單車啊？個攞住電單車就因為咧落去買一杯汽水啊！都揸架電單車去㗎。哦，原來好近快感咁樣㗎，即係我識得有個朋友，佢喺桃園住嘅，佢喺桃園火車站附近住嘅啫。係係係。其實咧，最後咧，佢擺住架車，架架電單車喺度咧，一落車咧就騎上架電單車上面㗎啦。喺架火車度。跟住翻屋企咁樣嘅，行都唔行㗎。即係個距離係點樣咧？就係咧，我哋依一度咧。我哋依或者我呢一度呢個富坑啦。咁就譬如咧，你係咧，你大埔去咧，行去大埔火車站嘅距離啫，都唔行噶。O K， 都唔肯行嘅。係啊，相對嚟講，個車程個距離咧，佢哋覺得好遠噶。O K， 係啊。哦，所以概念唔同嘅呢啲就。原來係咁。咁就除咗美國選舉咧，選總統之外咧，仲要選好多嘢嘅噃。仲選咩啊？州長。選州長。每一個州都選州長。係係係。參眾兩院大部分議席。改選啦。改選。跟住，但係咁喎，但係咁喎，州長同埋呢個國，呢個嘅參眾兩選嘅冇乜人講喎。係啊，冇咩人講㗎。不過其實係如火如荼進行緊㗎。係，冇錯。仲有州嘅議會選舉。州議會選舉。係啦，州選緊㗎。州議員啊。係，所以好多票投嘅，去到。去投幾張票㗎，人哋去票站。不過咁，佢好似咧可以咧，有啲係用個網上投票㗎，佢哋。係啊，佢哋好多啲 POS 票嘅。係啊。咁就跟住仲有咩咧？仲有就係公投，好多關於税項嘅公投。係係係。係啦，即係每一個州，譬如話嗰個加唔加税，嗰度加唔加税，等等咧，如果有個議題出嚟咧，佢哋一樣照投噶。都係嗰日都係喺依次選舉投曬佢噶啦。嗯。係啊，所以好多嘢投票嘅。係係。所以咧嗰張咧，我聽説嗰張，即係我睇嗰張通知嗰啲選舉通知書咧，雖然好細張，但係啲內容係咪麻麻㗎？嚇係啦，因為實在咧太多嘢投啦，你可以投啲乜咧咁樣？係係啦，因為每一個州好多議題，係啦，多數關於税嘅税制嘅嚇係啦，呢、這個就係即係美國總統選舉啦。咁其實咧好多嗰啲咧，其實咧而家你選總統咧，即係今次選總統咧、啊，大家都知道啊，兩位候選人啦、啊，其實實際上唔係兩位噶嘛。其實有其他啲比較 minor 啲嘅，其實四個嘅。
咁其實咪仲有啲人嘅已經退咗選添㗎啦嘛。退咗選，即係我講而家繼續選嗰啲人。係冇錯，但基本上你知剩翻嗰兩個基本上完全係不能選㗎啦嘛。係不能選㗎嘛，不能選上㗎嘛。係啦。係唔會有選舉人票㗎嘛。係啦係啦。係先出嚟選下㗎啫嘛。出嚟唔知做咩咁啊！所以咧又好笑嘅，香港啲選舉制度咧就話咧要個個候選人咧同等時間嘅話咧係唔公道嘅，其實係。誒點解咁講咧？美國選舉辯論多得兩個大黨嘅啫，係冇錯。都唔會話唔會，我哋話佢美國選舉唔公道噶。咁唔知嘅，咁我又唔知喺美國嘅嗰啲人民啊點睇啦？可能佢可能我哋慣咗，基本上係得慣咗咯，亦都係話要習慣咗咯。但香港人係冇呢個咁嘅 concept。冇乜 concept， 咁啊，所以選基本上選個 concept 都即係你可以話唔可以話叫唔成熟啦。啊！但係亦都事實，佢哋對選舉個概念咧，冇佢哋冇，譬如喺台灣啊、喺美國啊、喺所謂嘅民主國家咧，啊咁 sensitive。係係綠，綠黨同自由意志黨係有兩個，係啦，四個㗎，我記得係。咁但係嗰啲人咧，基本上就冇咁騷佢㗎啦。係啊，冇咁騷佢哋㗎。OK， 仲好多人係退咗選㗎啦，已經。仲好多人退咗選㗎啦，係啊，仲有佢哋黨內初選啦，係啊，民主黨係啦，黨內初選就係啦。咁啊，當時羅寶利喺初選選上，大家都覺得好。好神奇啊！但羅寶利本身係有州長經驗㗎，大部分嘅總統選總都係有州長經驗㗎，係冇。但係奧巴馬係冇嘅，因為佢本身係參議員。奧巴馬係由議會上㗎嘛，係議會上㗎嘛，好少㗎。佢唔係做開州長咯。即係好簡單，喬治布殊啊，都係德薩斯州州長，德州州長，德州州長啦。佢鄉下係啦，牛仔州長啦，牛仔啊，所以係啦。咁其實本身你以前阿魯布殊都係德州嘅。誒佢今日係佢老豆嚟噶嘛？係咯，都係德州州長喎。係啊，但係嗰個實，但係喬治布殊嘅細佬就唔係德州州長喎。布殊係喺邊度啊？喬治布殊 ，Florida， 佛羅里達州，係啊 ，Florida 州長嚟噶嘛 ？Kip Bush 啊嘛。啊，係啊，所以咧，其實大部分都係州長經驗嘅。啊，係啦，州長臨上去嘅。啲州長有一個好處嘅，就係咧，佢哋本身咧有一個叫做地方行政經驗。佢係執過證啊嘛。執過證。係啦，所以。執過成個行政部門，執掌過成個行政部門，咁變咗嚟講對佢哋有好處嘅。咁即係好簡單，你就算台灣選總統都係㗎，台灣選總統都係好多都係市長升上去㗎，因為市長有地方行政經驗啊嘛。係係係啦。咁就總統選舉講曬未？有冇補充？總統選舉都冇啊，冇嘢講啦。哦，咁啊，講翻啲香港嘢咯，我哋。反正都冇乜懸念啦，今次美國。冇乜懸念啊，係冇乜懸。大家都明白，呢個黑人總統我做咗一次啦，做咗四年啦，可以多數啊。黑皮白心啦，我咁講啦。都係咁樣嘅。美國文化嚟嘅。美國文化嚟嘅，係。咁啊，好難改嘅呢樣嘢啫。嗯，麻省啦，麻省諸塞州啦，啊，我哋以前嗰度。Massachusetts。係啦 ，Massachusetts。係啦。咁我講下香港嘢咯噃。香港啊，話香港真係沸沸揚揚啫，沸沸揚揚啊，港獨啊，即係可以講嘅就太多啊，真係仲有香港發生嘅事。即係香港發生嘅事。但係咁同港獨呢樣嘢係其實即係香港人反正其中一樣最無厘頭嘅喎。我真係無厘頭，佢嘅邊度有港獨，我都想知道。嗱咁啊，事緣咧就啊，即係最近咧就有好多人就走出嚟咧，老平啦，陳祖儀咧，其實老平冇走出嚟㗎，老平篇文咁寫㗎咋。老平篇文咁寫，即係老平，即係老平人唔出現啫，但係佢把聲出現咗啊嘛。唔係老平嗰篇文咧，嗰啲字出現咗啊嘛。其實有冇誤導，即係佢有冇演繹錯咗咧？都有 question mark 嚟㗎。但係因為佢英文，即係佢英文媒體嗰度度刊登嘅嗰篇文係。係。跟住咧就陳祖儀又出嚟講啦。係啊。話有人搞港獨啦。係。跟住做最近就發現，即係更加犀利嘅就係咩咧？啊，劉夢紅啊，全國政協。係。咁就喺分別喺唔同嘅電視節目上面啦，又係喺呢一個嘅城市論壇咧，就周圍話俾人聽有港獨，有人搞港獨，奇心可誅啊！奇心可誅，根據呢個基本法咧，就係分裂國家叛國行為。哇，講到幾囂大啊！真係。咁其實佢講乜嘢咧？佢講邊個咧？係咯。原來就話啦。就即係我哋啲嘅即係呢個嘅內地嘅官員咧，就喺香港咧就見到有啲人咧，就喺各式嘅大大小小嘅示威場合咧，就攞住支就攞住呢個前殖民地嘅殖民地嗰支香港旗，嗰支嘅象嘅香港嘅象徵。喂，嗰支都曾經係真係香港旗嚟㗎吧？
誒嗰支冇假嘅，冇花冇假。冇假㗎嘛，嗰支係。咁就因為又攞米字旗。哦。咁下次咧就佢旗海，唔係因為其實嗰陣佢今年講七日行嘅時候，我話我都見到啦，喂好多人人拎拎住支旗。其實我個問題好想問嘅。啊？點樣咧？咁如果下次有人攞支美國旗出嚟示威，點算？冇咁點算啊？大家嗱，你加上埋嚟叛國啊嘛！冇根據同一邏輯都係叛國啊！你根據同一邏輯嚟叛國，咁下次有人整美國旗出嚟點算咧？喂，有人整直布羅陀旗出嚟點算咧？我都話又話係叛國咯！有人整啲孟加拉旗出嚟點算咧？都係叛國，總之你係叛國啦！你唔舉嗰種，你唔舉五星紅旗就叛國噶啦嘛！哦，咁樣，哦、即係你舉青天萬滿係紅嘅時候，咁點算咧？基本上都係叛國噶啦嚇！係啦，我話即係你承認，嗱你即係咁，你咁樣講，你話你叛國啊嘛？係啊。即是你承認兩個中國的咯，是啊，你承認對方那個政權是真的，是啊，你應該承認兩個中國相對有效的，是啊，不是基本上沒有邏輯的整件事，都說完了，今天同學做什麼呢？劉夢紅夢紅大師最介意的一件事就說了，有些人呢竟然打出一些口號就說中國人滾回中國，或者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的口號，所以就說這些說這些人呢是叛國這樣呢，就分裂國家這樣，明白，就是否認香港是中國一部分這樣樣的嘅一個嘅邏輯啦，否認過啊，佢自己話人哋否認啊。咁就喺呢個論壇上面啦，咁啊，香港自治運動嘅嗰個發言人咧，佢自己都話咁冇搞港咩港獨咧，冇搞港獨，搞香港自治啫嘛。係啊，你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啊嘛，基本法説明噶嘛。喂，講翻呢條，其實講真嗰句，自治才是天經地義的，是啊，喂，基本法講到明自治的，很清楚的，你有用基本法啊，你知道那些說自治是叛國人呢，這些人才是叛國啊，是啊，說自治叛國人就是叛國啊，他就說了，我用基本法出來逐個字論啦，是啦，啊，沒錯啦，不過這樣，唉，即是，這個即是這個共產黨寫法論，大家知道就唔使咁 serious 嘅，係啊，但係公即係公道自治呢件事證明咗一樣嘢咧，係而家香港有一啲人咧，啊，心態咧仍然咧想香港製造鬥爭，呢個就太深入啊！呢，這個係太深入啦。咁呢個就可以先講啲淺啲嘅嘢先。淺啲先係。首先咧，即係話，首先我哋講翻個邏輯問題先啊！呢件事嘅，首先究竟拿住支龍獅香港旗，是不是就等於不承認這個的香港是中國一部分呢？哦，好像不是，兩碼子事來的喎。即首先我們講一件事就是什麼呢？這個其實九成，就算第一件事，此事不可能就是什麼呢？是不能，因為你不能再，即是不能，沒有人可以有任何的寄望，就是覺得英國人很快管治香港的。是啊，沒人說的。這是 impossible。係啊，大家明白㗎啦。但係攞住支龍獅香港旗嘅最大嘅因由就係咩？因為我哋係懷緬回歸前嘅事情啊嘛。係啊係。嘅時嘅光景啊嘛，因為回歸後實在太大禍。太大禍，真係太大禍。實在太嚴重啦。係啦，太多問題。係啦，咁所以如是者，其實就係一個如果你可以話一個緬懷過去，係，即係話對現狀不滿嘅一種嘅表達。啱。另外一樣嘢就係咩咧？嗯。OK， 就真係有人話要搞港獨，就港獨啦。佢都係話啫嘛，一小撮人同埋都係，其實好極小撮人。其實講真，所以啦，你不能夠阻止人哋有咁想法。你講真，係啊，嗱，縱使我俾埋外國勢力你啦，唉，最中意講噶，最中意境外勢力啊，境外勢力，我俾埋境外勢力你啊，夾唔夾得起咧？講真，都夾唔起。香港有軍隊咩？香港自己有，香港自己本身，就算我當我冇軍隊啊。喂，香港自己大部分人都是大一統思想的啦。是啊，你議會內外住基本上全部政治人，沒有任何一個人夠膽講香港要獨立的，沒有人夠膽講的，他們覺得香港是中國一部分，但只是還喜歡你共產黨政權，另外一個故事。這個叫做你身份粉，或者你中國人身份的一個佢幾重含義的一種嘅混淆思維，攬埋一嚿，一種叫概念嘅含混的一個嘅攬埋一嚿嘅一種謬誤嚟嘅。係啊，即係你係即係你個即係即係其實中國人身份呢樣嘢，嗯，其實唔止重含義噶嘛。係啊，即係講真嗰句，喂，你一個你即係譬如話喺我間小學度教緊教書嗰個 net 就係個外籍英語老師，係。他是拎住香港的呢個嘅永久性身份證、居留身份證，佢有三星嘅。但係佢會覺得自己身份上是一個香港人咧？
梗係認佢自己紐西蘭人多啲㗎啦。係啊，必然㗎啦。香港係可以有雙重國籍㗎嘛。香港有可以有個香港身份證居留權，啊、另一方面係可以攞住個紐西蘭護照㗎嘛。即係所以就話明白噶嘛，呢、這個基本法又講明噶嘛。係啦，冇錯啦，冇錯啦。咁同埋就總咁，所以就你係本身你係你講話，不過即係你講話人哋地即係啱啱都唔係講呢樣嘢，啱啱講話即係有啲人嗌口號啊嘛，你不能將人嗌口號啦。嗌口號當真，嗌口號嚟當真啊！嗌口號當真，真係好笑。咁死硬嘅啫，係啊。以後你好唔得閒，因為啲人以後講下啲嘢全部都當真。原來乜都係當真嘅。係啊，你講都當真嘅。係啊。咁即係咁啊，好大件事啊！咁但係就另一樣嘢就好嚴重嘅就係佢就話咩咧？港獨勢力抬頭，即係我請問佢啲勢力喺邊度咧？嚇！你揾到勢力？啲勢力喺邊度咧？勢力如果有勢力嘅話咧，佢一定有一個支持嘅群組嘅。佢一種簡單台獨 ，OK 啊。台獨有一啲深綠分子，佢、有一班人固定嘅 fans 嘅，即係長期固定 fans 喎，唔係少撮人喎，起碼一至兩成嘅人口。香港幾時你揾一至兩成人口話俾我聽有行動上支持港獨？冇，你台獨起碼都有行動上支持噶嘛？係啊，冇錯啊。係啊，大佬講台獨我哋可以揾一集慢慢講啊。咁但係咧，香港人冇，我點邊揾出嚟？冇啊！咁所以成日講真句，你話俾人聽，國際抬頭呢啲又係指，反而咧而家又係指烏虛油。嗱講咧，句講講多咧就仲危險。係啦，冇錯就係、是、你越講，即係冇港獨，俾你港獨有台獨都係如此啫嘛。誒呢個故事又點啊？呢、這個故事又係咩啊？呢、這個又係咩點嘅故事咧？台獨以前咧，其實咧台灣過嚟嘅時候咧，二二八事件之後香咗曬啲人咧。其實咧，雖然咧話有啲人咧，有啲學者鼓吹咧，台灣獨立，但係都係極少數人，只係咧，因為你個政府成日講咧，又話有台獨分子乜乜乜咧，又防疊又成咧，就結果咧，最後嘅結局咧，就係越嚟越多人支持台獨，尤其是黨外運動過埋美麗島事件之後，其實點解會搞成咁嘅？點解會咩啊？點解會咁嘅咧？就會講到根本係一個心結。啊！根本佢唔係真正想獨立。啊！有啲人佢哋對抗你個外省政權。外省政權。對抗你外省政權。係啊，説清楚其實係心結。啊哈啊！係啊，即係我論文導師都咁講嘅。啊！你明啊？你聽過啦？説清楚就係嘛？説清係一個心結嚟㗎。啊！即係本身佢因為台灣人實情其實佢都係有中國人嘅性格啊。係啊，只係台灣人其實真就係 exactly 比係即係喺中華文化裏邊更加中國人。基本上係中國人有嘅劣根性，佢係有提嘅。超簡單嘅，你要睇，如果你有睇咧《柏楊》嗰本抽下啲中國人咧，其實咧佢入邊寫嗰啲中國人咧，即係現代中國咧，就唔係內地啲人嚟嘅，是台灣人，根本台灣人，就是、台灣人嚟嘅。係。咁所以咧，講真句，台灣人你文化上係一個中國人嚟嘅。係啦 ，exactly。咁就乜都好啦，咁但係就即係香港亦都個徐徐花花中發生咁嘅事啦、就你明明大家原本就唔諗住搞港獨嘅，係整下整下咧，就俾你講得兩講，好似乜鬼嘢都話港獨嘅時候咧，就讀俾你睇。係啦，即係好簡單啫嘛，本身民進黨起家，因為劉夢紅嗰啲，其實講真，我覺得佢對民進黨個即係佢寫，佢話公民黨似民進黨，都證明咗你對民進黨一竅不通，完全唔識，完全一竅不通。冇啦！民進黨點解最後會有一班辯護大狀律師啊？係因為美麗島事件啊嘛！你咪兩個黨冒起個情個背景聯繫。縱使美麗島事件啊，入邊有啲獨派啊，即其實都係一幾個嘅啫。真正最獨嗰啲人，即係嗰啲獨派咧，同呢啲所謂爭取民主人士走咗埋一齊嘅啫。咁但係你話如果你話台嗱，雖然民進黨喺入邊寫個黨章係有台灣獨立噶，個台灣到台灣人民書有噶、但問題就話、是、喂，但係問題就話、是、嗰班人啊，最後啊，咪又係走去大陸，走去國台辦。冇啊，寫咗喺度可以唔理佢噶嘛？寫咗喺度可以唔理佢啫嘛，阿扁寫關我事啊？關我咩事啫？阿扁自己都唔係一個台獨分子。其實佢係一個投機分子，佢係投機分子，係、啦，所以弄清楚你對，即係唔好亂咁寫，係咪啊？即係唔識嘅唔好亂咁寫，即係我覺得好笑㗎。成日聽劉夢講嘢，佢最中意攞住兩點，嗱一係咧就講民進黨，一係咧講麥卡錫，
係啊，冇錯。佢最中意講呢兩樣嘢㗎啦。最可能佢覺得呢兩樣嘢講啫嘛。係啊，係佢最中意引經據典就講呢樣嘢。係啊。但咁講咧，其實佢都對民進黨冇乜認識啊！佢對民進黨完全冇認識。咁你公民黨與呢個民進黨其實講真嗰、那個差好遠，即係嗰個冒起嘅背景都完全唔同。唔係，再公民黨都冇話要搞港獨，你都冇個黨章入面有港獨，赤化。你咪話我話嘅公民黨，你咪講作大眾，作根本就係、是、根本就係統派嚟嘅，統派嚟嘅。咁啊，大中國咁啊，其實大中華主義嚟嘅。不過佢對抗中國共產黨啫嘛。好簡單啦、啊。你啊，統派你而家佢就話走去咩防止赤化，乜乜乜乜啊，係因為佢哋反對一樣嘢，就是、因為有人擺隻手落嚟啫。咁、我唔知咩人啦、啊，當然擺隻手落嚟嗰啲係咪？係啦，咁嘅意思啫嘛。即係咧，一講赤化咧，赤化咧，大家好似好敏感咁。嗯，即係你自己認咗自己咧，都唔係講你，你自己認係赤啊？係啊。即係咧，你而家就有啲人咧爭住咧幫人哋認係赤，嚇嚇嚇！喂，你自己走去認嘅點解？誒，你冇講到冇啊！你最即係幾條完全扣帽子，係啦，扣帽子喺度。所以就呢啲就即係大家就嚇，即係小心啲啊！係啊，呢啲所以我咪頭先講啊，小心啊！不過咁啦，即係其實都叫話劉夢紅咧，都係講翻我哋開節目開始頭講嗰啲嘢。對好中士根先啦，中士根先真係搞港獨啊！佢哋國好都有壞啦。係啊，國好有壞，幾得人驚真係咁樣樣。不過咁即係可以講翻啲深入啲嘅嘢啦。嗯，其實即係如是者啊，去到即係其實點解會有啲人會咁大反應咧？即係你陳佐義啊，你中聯辦呢啲人啊，加包埋連呢個咁嘅梁振英，其實佢裏面都喺度，即係佢最上一次出嚟發表嘅施政理念咧，其實分咗唔少時間係專門講呢個啲題目嘅喎。其實咧，當年咧老平。無論老平也好，陳佐義也好，即等人咧，同英方談判咧，我可以答你一樣嘢，吃唔少苦頭。點解咧？點咁講咧？尤其是喺彭定安喺度嗰陣時，因為當佢哋一談判嘅時候咧，佢諗住咧，其實咧，佢哋要計錯數嘅。嗯嗯，英國佬什麼都唔搞，攞錢就算嘅。係。點知原來係？點知咧？彭定安整將佢哋軍，一將佢哋軍嘅時候咧，即係嗰扎政改方案啦嚇。一將佢哋軍嘅時候咧，亂曬啦。嗯。又唔可以唔掃走去嗰啲嘢喎。嗯嗯。就焗住要做醜人。啊。就結果就臨立會啊，有咩籌預委會嗰啲乜嘢出嚟？係係係。臨立會又冇直通車啊，等等。嗯嗯。明明做好人，變咗做醜人。嗯嗯嗯嗯。咁你話個心點諗咧？就諗住報仇啦。吃唔係報仇，佢吃唔少苦頭。跟住睇住你香港人，你仲埋面佢哋？我幫你同人哋搏命，我吃唔少苦頭。O K。你仲埋面佢哋？即係老平係咁諗嘅，你覺得？你好明顯啦、啊。啊。唔好講老平先，因為老平真係見唔到個人。老平見冇人啊！係啦，佢嗰篇文啫，係咪？未見其人，只見其文啫。嗯嗯。但係咧，你見到陳佐義嗰啲就係、是、嚇、啊、陳佐義，佢哋覺得係吃唔少苦頭㗎，比英國人穩笨㗎。OK。係啊，喺心態上係咁啊。佢唔覺得係比呢個共產黨穩笨先啱咩？結果去今時今日啊，即係呢一個嘅土共都不能夠夠。同埋咧，英國人咧以前應承咗即係。在八十年代可能應承了鄧小平的東西呢、啊、臨到尾不對數哪些例如尤其是政制方面政制方面、嗯、正我們最知道就是彭定安發明新九組啦，但是當時為什麼八八直選 是衛信是頂住了的嘛，衛信頂住了八八直選的嘛，才到九二年之後直選的嘛，九三年之後直選的嘛，是啊，跟住他頂住了這一樣東西呢，其實大家都知道他是不想激勾入面的、嗯、因為共產黨最怕你有個選舉，他選舉選出來的人呢就是呢最後呢是不承認他的政權，是啊，沒錯啊，這個他最怕的嘛，所以他們是很怕入普選的，一個不是為了選黃宗民出來、第二件事嘛，是啊，他最怕的啦，不是，選黃宗民出來不得人怕啊，都還有辦法可以啊，他最怕選舉一個人出來呢就是在大政策裏面跟他對著幹、啊、例如呢十二五那些很簡單，
劉曉波諾貝爾和平獎點算咧？又整多個劉曉波嘅人攞諾貝爾和平獎，咁點算？你話俾我聽。咁你大陸裏面咪繼續識得封鎖咯，當呢個人唔存在咯。係啊，你當然唔存在。但香港嘅特首點算咧？你又要表態啊？佢表態走我話走去同個中央嘅調子係相反嘅，咁點算啊？係咪先？即係咁樣嘅情況啫嘛。最驚呢樣其實。而一個問題就係話咧，其實咧而家咁嘅情勢咧，咁嘅情即係而家就睇翻咁嘅。其實當時咧，即係八八歷選嗰陣時咧，就頂住咗啦。咁佢九三年、九二、九三年直選，跟住又新九組啦。係啦，其實咧，佢哋覺得咧係俾英國揾噶嘛。O K。係啊，個心控佢啊。O K。嗯。所以而家就搞樹搞個。佢唔明白，就話喺香港人嘅眼中，睇嗰件事同你喺當局入邊睇嗰件事唔同。即係其實呢班人嚟咗香港咁耐咧，都係唔明白香港人要諗嘢嘅。係啦，佢唔明白個想法係點樣啊？係啊，佢知道佢就嗰時佢知道應該好穩著數啊。咁呢個大家明㗎啦。佢就知道咧，英國臨尾咧就整個萬名俾佢哋啊。係啦，咁但係咧喺香港眼中就唔係呢回事嚟㗎嘛。係啦。他想住人哋，佢一搞到咧，就搞到人哋好江門撤退咁，個心幾唔舒服啊！其實就咁樣啫嘛，心態上問題，即係覺得自己賠了夫人又折兵，係啦，仲送你一身彩，係啦，仲要彩都未攞埋啊！第一心態上，第二實際上有一小撮人係搞緊一啲事啊，係啦，想製造一啲矛盾啊，製造矛盾啦。又是用翻以前嗰條老路，少數想鬥贏多數，利用少數團結少數，鬥贏多數。大家記得係咩年代啦？團結少數鬥贏多數。係講幾時嘅？你講係即係抗戰嘅時候，定係內戰嘅時候啊？內戰嘅時候啦。同埋咧文革。團結少數人，去鬥贏局。排個 majority 其實咧當時你都知道噶嘛，即係當阿老毛失勢嘅時候咧，老毛失勢嘅時候咧，佢就咧走出去揾班咧細路紅衛兵團結啲少數人，就鬥垮你哋啲當權派，一樣做法，一式一樣啊，所以小心。不過當然我亦都唔相信會成功。但係即係其實咁即係你意思就話會又搞一個文革出嚟？唔會。根本就冇乜許可，佢只係用呢個方式啫，即係諗住搞鬥爭，搞鬥爭想諗住真係咁樣，以為可以鬥垮香港啲民主派，係唔得嘅，大家明㗎啦。其實香港民主派佢自己一廂情願，咪香港民主派亦都好無辜，係啦，因為嗰啲人香港民主派根本就唔係獨派，係啦，就好無辜嘅其實，係啊，冇錯啦，係啊，無端端俾人扣帽子，呢個扣帽子，完全扣帽子㗎，而家你睇到，係啊。所以咧，繼續睇落去個局係點樣啦。總之咧，大家小心，小心及住個局啦。咁啊，香港而家真係都好麻煩啦。大把嘢講啊，實在係。但係咁啊，嗰日啦，蘋果星期日個頭條幾得人驚啊！講咩啊？星期日頭條話廣告版人落咗嚟收風。我落嚟收風，收咩風啊？就叫啲就揾見曬啲工商派領袖，係秘密由澳門閃閃新閃咗過嚟。跟住問咧。問班人啊，你哋覺得而家特區政府做成點樣？哎，講真話，哎呀，嗰個好精噶嘛，呢啲人又講真啲，即係又講又好就住講噶嘛。啲真話就唔傳不傳説，係啦，就唔講就全部，係啦。但係咧都講到啲聲氣唔好，咁樣咧嗰啲咧啊。跟住喺不同嘅問題同呢班人交換意見。喂，咁對某隻對某隻隻好兇狠嘅動物都好有個好頭痛啊！係啊，話嗰嘢咧，其實咧本來咧應該唔係去呢度嘅，去隔離埠嘅。嗰隻去隔離埠？唔係嗰個人啊，嗰個人去隔離埠。嗰個上面落嚟嗰人咧，本身應該隔離埠媽祖文化節嘅，因為近排媽祖誕啦，媽祖文化節啊嘛，隔離澳門。咁咧就順道閃閃身，就閃咗過嚟。哎，係啦。就聽意見，聽下佢點講。話以前咧，嗰啲與會者聲稱咧，以前未試過啦。
真係未試過，講真，上個禮拜五發生嗰單嘢夠犀利啦啩？係啊，聞所未聞啦，唔俾香即係你啊，你即係你有限公司喺香港，即係有公司喺香港買樓，係要俾人懲罰嘅。嗱，呢啲係另外一個故事啊。咁但係咧，呢單嘢咧，聽到咧，一聽到咁樣咧，當然某報紙賣嘅嘢，其實咧，嗰單嘢我都幾相信係真嘅。即係佢哋收到風，佢哋收到風啦，有啲人去咗啦，係啦。有啲與會者走去爆翻出嚟，係啦，而無人否認，冇人話佢冇呢件事，係啦，或者有啦，即係有啦，而無人否認喎，所以咧，香港局勢越嚟越吊詭嘅。咦？咁啊，咁嗰只兇狠嘅動物係咪要開始驚咧？睇嚟要驚啦，啊，同埋咧，近期咧最可怕一件事，啊，琴日咧。范徐麗泰咧，周圍同人講，啊，就話欣賞邊一個？欣賞阿林太，好似有啲預示啦。喂，佢真係講到好明，佢真係講到。係啦，所以咧，十八大之後嘅事咧，難料。咁啊，兇狠動物咧就仲有肉食咧，成埋佢呢幾個月啦。係啊，可能好快冇得食啦。係啊。因為而家覺得有啲人覺得貨不對版啊，講咗件咁嘅嘢出嚟，係啊，貨不對版啊，而家輕輕説，所以咧，依幾個月咧就唔係呢幾個月香港嘅政局咧就唔係想盡中咁簡單啦。咁今日都差唔多咯，一個鐘咯噃。今日就差唔多啦，咁樣樣。咁就下次先再講啦，我哋都有日後大把時間。係大把時間講香港嘅事情啊。好，咁啊下次再講啦，好，拜拜。拜拜。